好，科学新知第四节，嗱咁第四节咧就有两单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咁而家第一单咧就同一啲基因有关，而第二单咧就好得意嘅，同一啲动物行为有关嘅。嗱，咁讲咗第一单先啦，咁啊比较细少少嘅，但系我都觉得系一个呢个礼拜一个比较重要嘅发现啊。咁原因就系因为咧喺呢一个嘅基因科技嚟讲，如果你讲系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圣地咁样啦，边个地方专系研究基因科技系最犀利嘅咧？咁好多人就会提到咧喺美国一个叫 Cold Spring Harbor 嘅一个实验室啊，直译咧就叫冷泉港嘅一个实验室。咁原因就系咧，咁譬如你讲紧嗰个 DNA。即系研究 DNA 双螺旋结构之父其中一位James Watson，咁佢长期就喺呢一个即系 Cold Spring Harbor 呢个实验室嗰度咧去工作，咁甚至乎有啲比较重要嘅发现啊，譬如人体入边一啲我哋揾到同乳癌有关嘅嗰啲咁嘅基因研究咧，好多时就系喺呢啲咁嘅机构度出嘅，咁所以我会话咧。呢个冷泉港实验室出嚟嘅结果咧，佢出得嚟嘅话咧，咁即系点都要提下噶啦。嗱，咁今次嗰啲研究同乜嘢嘢有关咧？咁其实美国吓，佢喺抌喺嗰个用研究呢一个基因遗传疾病嗰度咧，系好花费好多资源，尤其是其中一个比较，我哋都谂唔到系唔系就系基因遗传疾病，但系似乎同基因应该有关嘅咧，咁就系自闭症啊。因为其实咧，虽然我哋身边睇到吓，自闭症嘅比率唔系好高，咁但系其实系唔同程度嘅自闭症，其实就亦都系会有好大嘅分别吓。你比较轻度嘅吓，可能唔系太影响你嘅社交同埋学习，但系有啲比较重度嘅，咁好可能亦直头会连结埋就系嗰个智力发展嘅情况啦，啊，咁同埋个情绪精神嘅状况啦，咁所以即系由呢度咁睇啊。你話如果我哋能夠可以好及早去了解到呢個自閉症最基本嘅原因，去發展到一啲預防甚至治療嘅方法咧，咁我覺得咧係即係對成個人類社會都非常有用。咁今次呢一個冷泉港佢呢個實驗即係研究嘅結果係乜嘢嘢咧？佢係嘗試揾下呢個嘅自閉症嗰個嘅基因遺傳嗰個機制咧，係同乜嘢有關？而一個好特別啦，大家而家睇到畫面嘅圖咧，你見即係紅色女仔，藍色就男仔咁樣。其實佢最中心嘅結果就係話咧，竟然就揾到好多時個自閉症嘅遺傳係同男性嘅基因有關。嗱，咁點解咁講咧？咁呢個其實純粹係一個統計上嘅發現啦。咁但係最後入邊個機制係點樣咧？暫時我哋未知嘅。咁喺呢一個咁嘅統計研究裏邊咧，就揾咗好多嘅夫婦啦，同埋追蹤咗好多係有自閉症嘅一啲嘅小朋友啦。咁睇下佢哋同家族上嘅關聯有咩關係啦。咁當然講緊佢父或者母嘅雙方咧，都未必應該就唔係就有自閉症。咁但係咧，好多時喺兩個嘅相互作用之下，真係唔知點樣執咗邊支籌然之後就邊個基因係顯現咗表達咗出嚟。咁就令到下一代咧就会有自闭症嘅出现。咁其中有啲不幸啲嘅就系话咧，连续生两胎都系有自闭症嘅。有啲咧就系生多过一胎，但系有时有自闭症，有时冇自闭症。咁亦都有更加大部分嘅情况就系、都唔会有自闭症啦。咁嗰啲咁样嘅家庭就唔喺今次嘅即系呢一个嘅统计研究考虑之内。咁好啦，我哋而家尝试比较一下。如果呢对夫妇去生咗几个细路仔，OK，有啲净系得一个有自闭症嘅啫，有啲系连续两个甚至更加多都有。咁我哋去做下，帮嗰啲有自闭症嘅去做一啲基因嘅分析，或者就系一啲佢本身系个兄弟姊妹有自闭症嘅嗰啲细路仔，而佢自己本身正常嘅，都做一个基因嘅分析。咁发现嘅结果好得意嘅，就系话咧，如果佢系兄弟好、姊妹好、兄妹好、姐弟好两个都有自闭症嘅话咧。原来呢对咁样嘅 sibling 呢啲咁嘅兄弟姊妹咧，佢哋本身就比较由爸爸嗰度攞多咗基因落嚟，就比较系表现多啲系爸爸嘅基因，应该咁讲吓。咁但系如果系嗰个兄弟姊妹入边只有一个系有自闭症，而其他嗰个系冇系正常嘅话咧，就会发觉咧个爸爸基因影响咧就相对就会系少啲。咁由呢一度，我哋去做个简单嘅结论分析，我哋就会话啦，似乎即系呢一个嘅
由爸爸遺傳落嚟嘅基因資訊啊，就即係呢一個咁嘅過程入邊，就令到嗰個嘅自閉症顯現嘅機會係大啲。嗱、啊，就千祈唔好就係諗住咧，哦，係爸爸嗰度有啲衰嘅基因，所以令到後代有。咁其實咧就唔止一個咁嘅可能性。我唔會話呢個唔係絕對，唔係可能啊。但係喺往往喺基因科學入邊好得意一個位就係咧，通常你要係咁樣父母加埋出嚟嘅結果咧，好可能就係話，爸爸本身貢獻到一個嘅基本嘅因素，但係往往係由媽媽基因入邊咧點着咗開關掣，佢點着咗呢樣嘢，咁所以最後亦都可能有另外一套理論就係話咧，父母兩個都本身即係有都貢獻咗一啲原因，就令到下一代表現到呢一個嘅自閉症，又或者就係話啦。又有第二套，而其而家一个另外一个流行理论提出就系话咧，个爸爸本身冇错，佢有一套咁样嘅自闭症嘅基因喺度，但系亦都系爸爸自己本身提供咗一套机制嚟去冚住咗，令到呢套基因唔表现出嚟。但系就系由妈妈嗰边咧，佢嘅一套机制就破坏咗呢个原本系即系包住咗呢个自闭症因素嘅呢啲咁呢套系统就破坏咗。即系就好似就系话，原本呢套已经锁住咗噶啦，但系喺两个夫妇之间基因相互作用之下咧，就扭开咗，打开咗个锁。咁会唔会都呢套理论先至合理啲咧？嗱，咁暂时系完全未有答案。咁暂时而家咧，只能够讲有个统计上边，我哋知道咗呢个咁嘅资讯，但系日后我哋点样去理解，即系对于呢一个嘅自闭症嘅基因究竟边啲关事，边啲唔关事？我哋而家有一啲嘅资讯噶啦。同埋佢點樣係由佢唔表達出嚟變成表達出嚟？當我哋將呢啲咁樣嘅因素都搞得清清楚楚嘅時候咧，我哋先叫正式去了解到自閉症佢嗰個由基因遺傳嗰個淵源，同埋佢實際上點樣運作啦。嗱，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單嘢先。好啦，第二單嘢咧，我覺得幾得意。我本身就好中意去新聞媒體去攞呢張咁嘅相。佢入邊講咩嘢咧？佢就講緊咧。原来咧，就算一只鹦鹉，佢经过一个嘅电话或者个 iPad，去同另外一只鹦鹉倾偈嘅时候咧，佢哋系识交朋友嘅，佢哋系识得记住嗰个曾经喺电话上面同佢倾偈过嘅对方，而且一个真系比较 sociable、比较受欢迎嗰只鹦鹉咧，系喺倾起偈嘅时候咧，会多啲人会揾佢倾，甚至乎佢识得俾佢拣嘅时候咧，佢会识得记得翻呢只系好倾啲，去揾翻只好倾啲嘅嚟倾。即系佢受欢迎，当然系双向啦。你识得同人倾，但系调翻转就系人哋都会中意去揾你倾。咁即系就系一个咁样嘅表现。咁你发觉系好好即系好好拟人嘅，好好有人性嘅。咁而家你睇到呢个画面咧，你就睇到个鹦鹉喺度好似好专心咁对住一部电话咁喺度倾紧偈咧。其实几似一个人咧，一个正常嘅人喺度办公对部电话好专心喺度做嘢嗰个样咧，就好好鬼得意嘅。咁喺呢个实验嘅设计里边啦，咁当然就需要有人。嗰啲负责去攞住部即系硬件，即系攞住部电话或者个 iPad 嘅，多数应该系一个 iPad 咁样，一个大啲嘅 tablet 咁样啦。咁一个咁嘅嘢就同佢即系打个 video call，咁就同鹦鹉去即系同另外一边嘅鹦鹉倾偈。咁睇到个行为系好得意嘅，就系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佢哋会识得睇到佢哋啊，知道个电话打通咗，同对面倾起偈嘅时候咧。個行為係有顯著嘅變化，就同佢哋喺出邊社交行為嘅時候就非常相似。佢哋嘅叫聲啦，佢哋嗰個情緒啦，甚至乎興奮啊、拍唔拍翼啊嗰種情況啦，而你會睇到佢對住唔啱傾滿嘅時候咧，佢識得走咗去啦，佢唔識得撳收線，但係佢識得唔理啦，走咗去啦。即係你會睇到係同佢喺唔用呢一個社交媒體啊，就算係就咁正常喺一個大自然度溝通嘅時候咧，嗰種行為係相似。咁你可以話哦，咁即係話佢哋可以運用呢一個電子媒體嚟幫佢哋做社交，咁都係啦吓，咁呢樣嘢都啱。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再加咗啲新嘅元素。我哋譬如就係話睇下佢識唔識得去譬如話揀同邊個傾，或者唔同邊個傾啦咁你睇到呢個畫面入邊 show 到另外一個圖啦。咁嗰個嘅即係工作人員。攞住一部包好咗嘅一部咁样嘅 tablet 咁喺画面上面可能同时间系多过一个嘅画面，令佢可以拣选咧，佢有个比较，拣佢中意同即系呢个倾，定同嗰个倾，OK？
咁佢哋识得慢慢去俾佢哋沟通多咧，佢哋识拣，识得交朋友，甚至乎咧，即系我自己个人，甚至乎会相信就系佢哋其实系认到大家个样系有唔同，当然就实认到大家嘅叫声系有唔同。于是乎佢哋俾佢拣要同边个倾嘅时候咧，佢哋系识得去控埋边个度想同边个倾，咁然之后就有工作人员咧帮佢打通个电话，然之后去倾。我谂甚至乎系三人会议嘅时候，佢哋都睇到佢哋嗰个即系边只想同边只倾呢嗰个行为咧，系可以差好远。而且更加得意嘅就系话咧，因为两边咧都有工作人员去帮佢哋去 hold 住个电话嚟，去帮佢哋去揿掣嘅时候咧，佢哋甚至乎系认得喺电话另外一方嗰边去帮助另外一个英武嘅工作人员都会认得到嘅添。咁即系呢个咁样嘅发现就相当之有趣啦。你可以睇到即系雀鸟吓，尤其是嘅鹦鹉就非常之聪明。但系另外一度咧，即系喺呢个研究入边咧，我即系读即系睇到呢个资料嘅时候，我睇到一个都几发人心省嘅一样嘢，就系话咧好多时呢啲宠物雀鸟吓，宠物嘅鹦鹉，佢系你未必会俾佢好自由地去飞吓。有啲人养可能就会系锁住佢只脚啊，俾佢一个大啲范围之内去飞，甚至乎系露天嘅，俾佢哋可以接触到外边嘅世界。咁但系你都知啦，如果你话香港嘅地方，好多时困喺个笼入边噶嘛。当你睇到呢个鹦鹉，佢识得去透过呢一个嘅即系呢啲通讯嘅工具去社交，你睇到佢见到想见嘅朋友会开心啊，佢哋会有社交行为，会喜乐。OK，咁调翻转你会谂。如果佢哋一日都困喺一个冇社交环境嘅时候，咁佢哋会唔会都系会即系depress 咧吓，会抑郁咧？佢哋甚至乎会唔会都有佢哋嘅心理健康因素需要照顾咧？咁你再放远啲去睇，有养猫狗嘅朋友，你都一定好清楚。你去带狗出去散步嘅时候啊，只狗平时几乖都好，唔会点吠人都好，但系佢一闻到佢唔使闻啊。离远望到嗰个系同类咧，佢基本上大家又好兴奋啊，喺度吠嚟吠去啊，我即系呢啲系究竟系一个打招呼，定系喺度互相去叫做恶紧大家，定系佢哋正常嘅社交咧？咁呢一个咧，有养宠物嘅你一定系好清楚。咁好明显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即系原先啊，呢啲无论雀鸟好，抑或系即系屋企嘅宠，即系动物呢啲猫啊猫狗亦都好，咁佢哋本身都唔系一个独居嘅生物。佢哋都系一个群居嘅生物，咁佢哋系会识得有社交吓，亦都佢哋知道点同人相处，但系亦都要知道点样同同类相处，而且似乎就系咧喺嗰个如果系分隔嘅环境同埋困嘅环境咧，佢哋系好清楚系自己系被束缚住。当佢哋有一个选择可以去做啲令自己开心啲嘅嘢时候咧，佢哋系识得去做选择啊。咁所以你见到鸟打开个笼。好识得出咗去，系咪啊？咁除非你真系佢有啲好，你照顾得好好，佢有啲好嘢去食，咁佢会识得翻嚟。但系佢如果有得出去，佢一定出去，系咪？即系屋企嘅猫狗亦都系一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啦，今次呢个研究除咗系简单地帮我哋了解咗鹦鹉呢个动物佢本身嘅社交行为之外咧，我觉得对于我哋即系人啊，去了解佢同动物世界相处啊。同埋去发掘呢一个嘅动物嘅心智咧，咁我都会觉得系一个好重，即系都几得意，但系亦都系我觉得长远嚟讲几重要嘅研究。咁好啦，你话再长远其他方向有冇啲已经现行系做紧嘅研究，亦都系会即系相信令我哋去了解我哋嘅动物更多嘅咧。咁我第一时间就有谂到啦，如果我哋有一啲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嘅技术，佢可以帮助我哋做数据分析。去了解动物嘅身体行为，甚至乎个语言嘅话咧，甚至乎长远嚟讲，会唔会令到我哋更加能够识得去了解动物嘅需要咧？咁即系所以我会话动物全心思呢样嘢吓，最后我会话唔系一个乜嘢神怪嘅科幻，我就会话经历过一个好精彩、好详细嘅科学研究，甚至乎系科技上面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之后咧，最后。呢个宠物动物全心思咧，最后系科学家嚟嘅。啊，你如果系有更加好嘅科学能力，有你嗰部机器，有你嗰部揾食架撑，你系会真真正正能够系有一个能力去同动物去沟通，咁系我会觉得系一啲都唔奇嘅。咁啊，嗱呢一节关于呢啲动物嘅资讯就讲到嚟呢度先啦。咁我哋咧四节就完啦。咁我哋就当然一如以往，我会继续会有呢个科学回忆录嘅。咁我哋下节去继续。